这些还有啊？你说没有了，我今天早上准备拿菜，然后一看下面还有两瓶嘞。还有2瓶吗？没有，这一瓶用完就是还有一瓶，还有一份。哦，赶紧吃，冻时间长了怕不好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儿，又到了烧晚饭的时间了，看我们家大厨又在忙活了。网友夸我们家伙食越来越好了，今天烧什么菜呀？你烧一个虾，一个豌豆，再来一个花菜，三个菜，确可实以了。是伙食比以前好了，以前都是2个菜，现在都烧3个菜，这是大家越夸你越来劲哈。我就喜欢听到那个人家表扬我，夸我。那我以后得多夸夸你。放点胡椒粉去腥。今天大厨太高兴了，虾忘记放盐了，回下锅放点盐吧。好。还是把那个花菜先炒了再放。先回。虾回一下锅，加点盐。这不是有机花菜吧？就是有机花菜呀。是有机花菜。吃这个花菜，是吧？他这个花菜还可以的，所以就买。你不知道我每天买菜，在那个菜店里面晃晃晃，真的不知道买什么菜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我也买过菜，我知道。你买过几回啊？数不过来。买菜好烦呐。我怎么感觉这个豆子没烧熟呢？这瞎说，又在败坏我名声了，是吧？豆子有点老了。是不是看见网友夸我，你嫉妒啊？啊，故意败坏我。你想多了。啊、你觉得呢？熟了没有？熟了没有？熟肯定熟了，就是豆子有点老。啊，豆子有点老，你看你女儿都知道。就是你没烧熟。那肯定喜欢吃那个豆子吧。好了，喜欢吃老豆子。
你们多吃点，你们多吃点，我胃不好，豆子不能多吃。好，行行行行。